德山镇一间纺织工厂日前研发环保纸团鞋，得到国家品牌玉山奖。有感疫情期间，各行各业经营无容易，在事业有成以后，捐赠镀金、金头套和玫瑰客人训练中心，希望接触抛砖引玉，有更加多善心人士共同参与。这几年受到疫情的影响，不只是各行各业遇到危机，社会团体得到的资源也越来越少。第三点就有一位纺织业者林环宇，就决定捐赠桌巾和枕头套，给第三点玫瑰客人训练中心。那其实坦白讲，在疫情过程中，我也遭受到很多人跌倒。那其实这很多东西，有很多人来帮助到我们。那所以说，就我想法是，当我有能力去回馈社会的时候，我要怎么样用我的能力去帮助大家？那所以说，想了很久，就是说，那我可以先把我一部分的货来捐给我们的玫瑰中心来做义卖。玫瑰客人训练中心是相当感谢爱心企业的捐赠，让因在疫情过后更有动力来继续走下去。第三点，张丹东部也希望有更多社会资源来投入，陪伴因来照顾万杯天使。很感谢这一次的林老板的这一次的捐赠，让我们玫瑰，因为在近几年的疫情期间，真的是受到社会上的赞助越来越少。那很开心哦，这一次的这样子的引荐的工作，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玫瑰，让大家知道我们玫瑰还是很在为这些服务对象们做努力，那也需要大家社会的关注和帮助。哎，那谢谢大家，哎呀，再麻烦大家，谢谢。啊，捷运公司呢送了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枕头套跟一个桌巾，要让我们的企业机构能够做义卖的活动，增加他们的一个收入，这样的企业的疫情企业的精神值得我们赞许。我们知道这疫情期间，他们都经过这样子的一个辛苦，包括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安置机构也是非常的辛苦。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有能力的话就是伸出我们的这个一份的力量，让我们的所有的社会充满的温暖，充满的爱。在资源未来将作为玫瑰客人训练中心爱心义卖商品，在地企业发挥爱心来回馈地方，也希望让更多社会团体会当看到这些弱势族群需要大家做伙来关怀。记者陈友差不多。